思念，我想给天和土地，山海关台湾，就让大家来打拼。啊，无关公啦，大溪地烟会馆啦，建议哦，较无好讲。真的，你也想改造？那个大溪地。先不先地嘛可以，欢迎大家小酒到底一起来，谢谢都设入我们华山客的土地一边吃，当然这镜头写的是好景有这道理哦，当然这起哩就是一个中设入一个中央社区，我们稍等呢一直做介绍。咱先介绍，就是讲，这个鸟瞰，鸟瞰就是由上往下看叫鸟瞰，所以你要看到哦，很汗水，那边就是来这个丽江的那家上课的所在。台湾开关，叫咱当街来拍片。阳明山，农业工业上海站。新鲜地嘛，大自然好风景好所在，欢迎大家水山观，大家一起来开阔。水山观，啊，咱的土地就是一个，啊，比较咱的土地爱怀疑，一定可能心欢喜。因为主元宵了啊，天气就开始好啊，人讲过年有春雨嘛是真好。所以白云山有讲，有话讲，今年是真好，四季分明。但希望讲咱今年大家过了如何？谢谢。农业工业上盖章，羡慕羡慕嘛可以。欢迎大家小酒，斗阵一起来开垦。来来，好康的拢伫遮。免怀疑，一定让恁心欢喜。农业，农业上该赞，先有先机嘛可以。欢迎大家小酒，斗阵一起来开垦。来来，好康的拢伫遮，免怀疑。强调讲，咱做牛樟树啊，是桑樱花，还是沉香树？以后是这个翠山大这个土地，咱已经定位做翠山农艺、园艺、林业和科技研发培育场。所以你要看这樱花，这以后陆续陆续在咱翠山家樱花的路来。各代现场，这是下晡。
饭店或是餐厅或是工厂，它要消毒的时候，它可以用这个技术稀释以后，依照它需要的比例去稀释以后，可以用在消毒上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公司有提供这一种就是事业性用的，就是可以供家庭用。家庭、学校啊用的，就是说它的氨基水是我们是有中浓度的啊，大概在3000 ppm 左右啊，让这个家庭能够回去啊，就是以前你用漂白水，这个是比漂白水好上好几倍的东西，所以说这个可以来在家庭啊或是学校机关的消毒用，我们是在依照比例，第一现在你在用漂白水的话。贵族生活杂志，食衣住行娱乐，士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，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。